觉得可以证明我就是合法的总统？也可以提供我们分享者。少在那边胡言乱语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合法申请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啊，有事吗你？我合法申请的，你有事吗？申请时间还没到。神经啊！跟老沈告诉他噪音分配，现在几点？什么噪音分配？噪音分配多少？之前都不算。现在几点？现在8:20，不要在那边闹了，不要再吵了。还在那边跟我讲分配，讲法律嘞。生气了，大家回去喝个热水，洗个澡。大家活动开开心心的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聪明一点，不要动气。只要刺激大家生气，不要这样子。永远先回去了，先回去了。永远听警察，但是不要现在，不要碰到我。大家一起带，大家一起回去。我永远站在他的拉一个。不要讲，不要动他的气。不要蒙面。
要一直这样呛来呛去的，怎样？好不好？如果不你要，我一样，面罩脱下来。怎样？